跟大家介绍10个介绍香港好玩的地方。其中有一个地方是迪士尼主题乐园。这个迪士尼主题乐园结合了经典迪士尼角色和亚洲文化元素，为您提供刺激的游乐设施、精彩的表演和美食，让您和家人一起享受难忘的时光。在迪士尼乐园里，您可以和心爱的米奇、米妮、唐老鸭一起漫步在童话世界，感受无尽的欢乐。此外，还有许多精彩的表演，如狮子王、小飞象等，都会让您惊叹不已。当然，还有美食供您品尝，如中国传统的烤鸭和迪士尼特色小吃，让您大饱口福。香港迪士尼乐园酒店更是您居住的首选，设计独特，具有殖民地特色，让您仿佛置身于童话世界。这里的服务也非常周到，让您感受到家的温暖。总之，香港迪士尼乐园是一个充满欢乐和刺激的地方，适合全家人一起分享和体验。